电影《热辣滚烫》究竟有哪些隐藏彩蛋？彩蛋一，电影翻拍自安藤英主演的《百元之恋》，原版中丧丧的氛围被改编为搞笑的春节气氛，先笑后然在落泪，绝对是春节档的黑马。彩蛋二，好莱坞头部影视公司索尼影业居然购买了《热辣滚烫》的全球发行权。根据行业内消息，索尼在内部看片后就迅速敲定了合作，这也是索尼影业时隔九年再次全球发行的国产影片，《热辣滚烫》这次真的赢妈了。彩蛋三，电影英文名 YOLO 取的是 You Only Live Once， 意思是你只能活一次。虽然有大比重体重变化与拳击元素，但是蒋英想表达的仍然是如何找回自我，学会爱自己。不管你是站着还是躺平，重要的是你要挥拳。彩蛋四，贾玲在《热辣滚烫》中减了100斤，原版《百元之恋》安藤英瘦了10斤左右。贾玲这次之所以决定减重这么多，其实是为了兑现当初你好李焕英票房突破30亿的承诺，要瘦成一道闪电。彩蛋五，为了演好拳击教练这个角色，雷佳音提前2半月学习拳击，每天进行3个小时的锻炼，因为控制饮食，脾气也变得很暴躁。相信不少减过肥的小伙伴都懂这种不能摄入碳水的烦躁吧？你们还发现了电影哪些隐藏彩蛋吗？